看我怒吼！嘿嘿，早上好呀，小伙伴们。今天我体验的生物是冲击霸王龙。哦，这是由霸王龙分支出来的一个变种生物。看见我身上的小闪电了没？这可是能力的代表。我们天生就可以口喷闪电，嘴放冲击波，是不是非常强力呀？哇哦！灰大哥，我要送你和007一件礼物，那就是咱们的实验基地，它终于完工了。哦。牛啊，小男孩，咱们建造的实验基地可是占地8000平米，由纯金属建造，内部含有钛克能量柱，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，还有几十台顶级性能的电脑提供运算，可以帮咱们完成任何改造。没错，希望今后的战斗咱们永不会输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任何敌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实验基地完工，那就可以开始做实验了。灰小子，你快和我前往畸变地区调查情况。好好好，时间不等人，咱们快出发。看来我们已经到达畸变区域了，看起来果然不同凡响，阴森恐怖的气息蔓延。城主复活后藏身在这里，确实不容易被发现呀。想要打败城主，就必须要了解他是如何腐化恐龙的，所以灰小子需要你去抓上一头恐龙回来，好让我研究他的基因。嘿嘿，这还不是小事一桩，看我的吧。所有恐龙轻松拿下，剩下的这个腐化霸王龙就用它的基因来研究吧。007，准备开始提取基因。收到，实验开始。提取完成，我要利用它的基因研究新的进化药丸了。嘿嘿，那就要辛苦你了呀，我刚才打了一架，我现在要去睡会儿午觉喽。嗯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外面怎么会有爆炸声？请救支援，请救支援，实验室的霸王龙突然变身，开始疯狂攻击，我快要顶不住了。哎呦我去，小男孩有危险，让我来。好强力的家伙，没想到你现在全身都是黄金战甲，还能制造超大的爆炸，说你究竟是谁？哈哈哈哈，我乃畸变核灭绝的双料高级特工，代号穿山龙，奉城主之命前来窃取你们电脑中的战甲技术，现在你们全部接受我的死亡审判吧。那可不一定，灰小子，我来了，快吃下我新制作的进化药丸，让他瞧瞧咱们的厉害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星魔霸王龙进化成功。007利用腐化之力的基因，成功为我打造了一身星魔战甲，它拥有星核的力量，无比强大，还成功融合进了我的皮肤，让我的血脉更加沸腾。现在一声怒吼，就有恐怖的声波震出，你怕了吗？哈哈哈，看看你的样子，真是无比的丑陋啊！哪有我的黄金战甲帅气？从我们的模样来看，你才更像是个反派。哼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正义在心中，又不是在脸上。看我直接把你打出原形！
大军出动。呀哈，居然还能召唤帮手，哼，不管来多少龙，我都给你全部拿下。看我的星魔炮击，成功搞定。可恶的腐化霸王龙居然窃取了咱们的战甲技术，还好我及时干掉了你。哈哈哈，你们的技术我早已传回了城主总部。伟大的城主陛下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等一下，你偷取的战甲技术是我们的淘汰品，现在新技术还在这台电脑上呢。他欺救老爷的，你跟我玩阴的是吧？好，我被气死了。